大家好，今天带来一份工作是皮革制品的相关工作，然后工作地点呢是在埼玉县，然后工资给予呢是20万到25万，日语要求呢是日常会话。如果感兴趣了可以过来参加说明会，然后说明会的时间呢是每天的上午12点，如果当天有感兴趣的工作可以预约面试，然后面试的时间呢是下午15点。